我们的露水红颜剧组坐到了我们的演播室的现场，欢迎几位，欢迎导演高希希，欢迎一飞，欢迎 Rain。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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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中文好标准啊。空位德国看来说多了不行。因为我看到一些资料关于 Rain 的中文，好像一飞说过吧，说你们拍戏一上来他就用中文跟你对戏，让你觉得特别震惊。拿一个话筒啊。对，他这真的是只能说逗一下哈，说这孩子太聪明了。那全程他都在用中文跟你演戏吗？没有没有，但是应该说是大家都感觉用自己的母语比较好，但是一点都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戏。嗯， Rain 谈一谈这一次拍这部戏的感受。일단그이페이씨가너무잘해주셔서너무감사하고그리고촬영하면서감독님이랑많이얘기를많이했어요그래서좋은작품이나올것같고아무튼11월11일날개봉하니까요많이사랑해주시길바라요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一飞对在拍摄的时候也非常的照顾他，然后所以感觉非常的好，然后导演还有一飞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感就是拍摄也非常的顺利，然后我们电影呢会11月11日的时候会上映，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看这部电影。谢谢。其实我听说那个苏芒老师跟瑞士有交道的，是不是？我觉得今天希希导演请允许我祝贺你，我预祝你未来的这个电影非常的成功，因为我看到了我的两位封面的最美的封面女郎和最美的封面先生。那 Rain 在这个 Bazaar Man 杂志上出现的时候真的是引起很多的尖叫，而一飞是真正的仙女。今天呢我也非常非常觉得你穿得很美，很公主。对，那高希希导演最后您也说一句话来给我们这部电影加加油。因为这个露水红颜是拍给年轻人看的，我也希望我们的年轻观众能喜欢，因为我希望值得你们喜欢。因为这次有这么好的条件和这么好的机会和两位优秀的演员合作，他们的表现让我很震惊，同时我也很兴奋能有一个这样的合作团队。谢谢希希导演。我能说句话吗？我可以说句话吗？我觉得你自打拍了这个《露水红颜》之后，你也变得非常的时尚，非常的帅了。要跟时代，要继续坚持下去哦。我们也一起祝福高希希导演转战大荧幕，能够取得空前的辉煌的成功。我们再次把祝福送给《露水红颜》剧组，谢谢几位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谢谢。我们回到红毯的现场。